接下来请收看生命法语。哪怕只是一件扫涂骹、倒水等等微小的代志，或者是向佛陀供香、供灯等等平常的举动，拢爱以众生的利益为优先。是证《华严经》中的净行品，时时为众生发愿加足德，将会助益咱心地的成长。当咱慈悲怜爱一切众生的时，每一个人看到咱，都会真自然地想要甲咱亲近。咱爱平等地助人一切众生，如果咱会当以无私平等的慈悲心作为动机，踏上大乘经典祈愿文，或者修持真言密咒，乃至精进的禅修，这些法门都会成为不可思议的神卡方便，净除咱身心中累积的障碍和恶业，并且阁会当直接或者是间接地利益众生。拥有慈悲心的人，连呼吸都充满慈悲的气息，无时无刻
都是自心遍满，利益众生。修习慈悲甲奉献，唔啦是限于宗教生活。在咱所处的每一个角落，无论家庭、学校，或者是职场，拢应该实践自爱的行为。慈悲除了对于世俗生活有所利益，对心理、生理的健康也有很大的帮助。观修慈悲心的法门，会当带予咱内在力量甲喜悦，也当予咱感觉到存在意义。生活爱有意义，是指活得有用，为人所用。真诚地帮助他人，服务众生，才是咱生活的意义。
当内心充满慈悲的力量的时，即使遇到困难和逆境，也会转化这些负面的力量，使因走向正面和光明。生活的目的就是为着要散布慈悲以及佛陀的法音。我呢，就是为着要修行，就是为着推动道德良知以及佛陀正法，这则是生活的目的，也是一种责任。唔通搁再自私，得只为自己来活，应该学着为他人的福祉来活。不管咱重视自身、护身、施舍、推广素食等等事业，拢是伫咧供养十方一切诸佛。